支持嚇。咁啊，講一講話，突然間咁多人，我講一講旅行啲嘢啦。今晚應該再要講多次嘅。咁我嚟緊19、20號啦，好多朋友都參加咗我哋嘅西樵山之旅，係嘛？咁啊，記得喎，我哋嗰日咧就喺蘇寧佐丹奴。嗱，你哋雖然話8點鐘我哋集合，你7:09好嚟啦嚇，因為你知你好多人都係漏氣嘅，點咗幾個字半個鐘都未上到車，咁我哋又會遲咗去深圳灣嗰邊。記得你哋7:09到蘇寧佐丹奴，即係山東街我哋舊表演場地嗰度。咁我哋分咗4車㗎，咁啊4車1、2、3、4，咁1號車就係我同阿 Lam， 2號車就係輝哥 Rebecca。3號車咧就係沙姐，4號車就係冼師傅嚇。咁其實好多朋友都知道自己係坐邊架車嘅，咁但係有啲唔熟嘅咧，我已經個別咧會同佢哋講嘅。咁咧就大家咧咁啊上個車。咁香港依邊嘅旅遊巴咧，我哋係冇導遊嘅嚇，冇導遊，因為好快咧就去到深圳灣嗰邊啦。咁咧去到深圳灣嗰邊，我哋會轉車嘅，轉內地車嚇。咁嗰邊就有導遊啦。咁有幾個 fans 咧就係自己喺深圳灣嗰邊上車噶。咁啊到時我會同我哋講啊，見到係4號閘口喺嗰度等，到時我哋咧有個大嘅會拉咗大嘅環架，就係新一路樂隊嘅，同即係主辦咁呢個旅遊西樵山之旅，大家見到咧就喺嗰度上車嚇。咁啊，另外咧就我哋10人一圍台啦，食飯啦。咁咧就其實佢哋一架車係40人嘅，2架車係40人，1架車42，1架車43。咁咧就其實已經分咗噶啦。咁咧到時上車會通知大家嚇。咁阿輝哥都會編好噶啦嚇。咁啊阿Sa姐啦嚇。咁啊仲有咩問題啊？我有冇漏咩未講嘅緊要嘅？嚇有冇問題問我啊？因為依排我咧真係傻咗啦，做到咧編依啲咧編到真係傻咗。你見我都咁樣著咧，已經知道我真係係啦。你諗下有驚唔夠房啊？嗰個又要一個人瞓啊，有啲爭房啊，我頭都大埋啊，所以我好怕搞旅行啊，係啦。咁咧就有冇問題我漏咗未講噶？好緊要嘅嘢，記得仲要準時帶回鄉證啊，係啦，帶回鄉證啊嚇。有咩問題啊？嚇？係啦，回鄉證係啦，記得帶回鄉證嚇。咁啊，記得跟住啦，跟住大隊啦嚇嚇。啊，身份證都要係啦，係啦。冇問題咯，我其實都大致都係依啲啦嚇，係啦。咁啊，多謝你哋支持啦。咁啊，真係爆曬。咁啊，我其實好頭痛啊嚇。咁啊，揾房喎。咁啊，下次啦，參加唔到嘅朋友，下次嚇，下次我哋應該會搞個更大型啲嘅。多謝支持，多謝支持嚇。
呢次咧西樵山之旅咧，咁啊因為好耐冇搞咧，搞翻咧就好成功啦。咁好多謝你哋支持嚇，好多謝曬。咁希望你哋咧旅行就玩得開心啲嚇。明了真心，爱未泯。
真心做共人。我看见雪花飘时，对你的爱仲更深。日后我会来最好精神，原来真心爱你吻。多少始终关注，不比珍惜太内疚。沉醉于阴差，他不赞赏。母亲的我却永未退让，决心冲开心中挣扎，亲人终可报答。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，一生眷顾无言寄心暗。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，带我坚毅迈着前路。无法解释怎可放纵亲恩，悲欢大事无限，请准我决定真的爱你。无法我收拾的一对手，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，纵使啰嗦始终关注，不懂珍惜太内疚。沉醉于阴间他不赞赏，母亲的我却永未退让，决心冲开心中挣扎，亲恩终可报答。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，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。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，我坚毅看着前路，叮嘱我跌倒不愿放弃。没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，悲欢大事无限，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。因為有人點唱呢首歌，咁啊仲有人點唱另外一首歌。